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，Albic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皮。身后这一台是什么的吗 ？NG， 就是之前小时收的过的这一台，这一台烟味超级重的。我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是什么？你知道说，哎、欸，帮我开去哪里停好？我说我、哦、好啊，上车。吉比，哇，飞，那也叫吵，你知道烟味，因为我是没有抽烟的，我一上去，哇靠，那个整个就是很浓郁的地方啦。我当时请我们公司三个女生来闻看看，假设啦，我大胆假设，有抽烟的人还是闻得出来。我已经可以接受那种烟味，旁边的同事或者是在外面吃饭直接抽烟，对我来讲我还可以接受，我的容忍度是蛮强的，这个我真的不行。像我们公司如果处理这种味道啊，其实就是很简单嘛。味道有很多种，放太久了没味，动物的味道很浓郁，因为动物有毛，毛屑就很重要，要清掉。清掉之后再清那个味道。烟都比较简单，抽烟其实你吸烟机吸吸，你就看不到什么，顶多是什么烟的烟灰那些吹一吹就不见了，比较好清洗。味道是最难去除的，到时候教大家怎么用。先请同事来闻一下原味，还是泰山你要闻一下？我跟你讲，打开门你就闻到了，闻到，你知道我站在这边就闻得到了。对啊，它那个气会冲出来。这个味道有时候会很奇怪，现在有可能会比较淡的，可是太阳晒一晒，它又跑出来。干净度是蛮干净的，脏拍得出来，味道你拍不出来。你这样拍过去，它不可能有显示说哦那个味道几趴，不可能。我真的受不了，我们去请同事来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第一位请我们的板娘。Hello， 我来闻抽纸的味道。关起来，你闻一下。好。对，让它可以撑住。不行哎、欸，会咳嗽哎、欸，会咳嗽啊！这味道很浓哎、欸，如果是十分是满分的话，它应该有一百哦，一百分不行，不行哦，不行。下一位是我们的公司苦瓜，耶、yeah ！可是看这种车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载个妹子有没有，她晕倒了，不行不行，她出来了，她出来了，怎样？味道不错吧？分析一下味道，有浓浓的烟草味，还有一些有点像包厢的味道，有点不太舒服。就是夏天很热的话，你上车可能会要用呕吐袋。满分十分，你觉得这个是？啊，我蛮敏感的，我觉得这已经算十分了。满分的，对啊，应该就是如果另一半开车，然后上车，我可能会不想上车。好的，谢谢大公车。好，那我知道。OK， 好，感谢感谢。叉叉，这是我们的酱香。为什么觉得有个烧烤味？这有碳味，这是碳味。哎、欸，碳味哦，这个味就不太对，碳味就不太对哦。有一个烧烤的味道啊，所以是以十分是满分来讲，它几分？抽第五分了。其实像我这个抽烟的人，我就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抽什么烟？抽二手烟的，我觉得哇，这不行，我忍受度已经很强了，可是这个我真的不行。Few minutes later， 好，教大家怎么去把这个味道去除。好，这个是最容易取得的空气清净机，就是插在车内让它去循环，效果怎样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把它插上去，但是要让它跑一下啊。我们再请同事们再闻一下，眼睛开着啊，内循环。好，那我就放着哈，让它去除一下。等一下会不会这一次就一烤了？我觉得有点难。先关起来让它发一下。哎呀呀，现在几点？四点了。所以我们五点。对，就五点。对，五点就来。对，好，走。One hour later。耶，我们做了一个小时的空气清净机循环过了，一样，我们请三位再来闻一下，有改变没改变，闻了就知道了。一样，请板娘第一位来闻看看。对。哎，我觉得呛鼻的味道比较没有，比较没有。嗯，我认真这样觉得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有冷气吹，或许有改善一点。有，因为我现在是用室外把它吸进来。但如果是用热气，应该还是不行。来，我来闻一次后面哦，因为我刚没有闻到 KTV 的味道，那种老旧型 KTV 的味道，但是比前面好一点，现在大概80吧。这样最少好了一点点。换我们的苦瓜，其实如果改善，它应该躲在里面会比较久。我觉得好，可能是因为有开冷气吧，有开冷气，感受度好像有好一点，可能是因为冷风吧，冷风会把味道冲淡。不然你闻一下后面好了，如果后面跟刚刚一样，只是跑来后面，这样。啊，我觉得主要的味道还是在前后比较起来，有没有比较浓郁，还是说后面比较浓的感觉？没有改善。你刚刚说你是十分嘛？我觉得开了冷气可能9.8吧，没有改善。还是一样烧烤味啊，烧烤味，啊，不然你坐一下后面感觉一下。我觉得是把那个风都吹到后面。所以如果刚刚的十分，你觉得现在？就烟雾。其实啊，这一次啊，我是觉得因为有开冷气，其实有差，因为它空气进来会把你原本的味道往后吹，可是味道还是在。
它不会浮现，就是感觉上像它像啉酒了，靠着醉啊那口。这个空气清净机比较小台，放个十台，有可能瞬间味道可能比较稀少。可是我们是发了一个小时，我是觉得有改善，不是很多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还是不行。对，我们再继续加油努力。Several days later.我们这台车已经做了第一个阶段，我们之前有测试的嘛，空气清净机效果没有很显著啦。再来第二种好了，最简单的冷气空气清嘛，假设换新了之后，嘿嘿，哇，刚好有香水哈，就直接香水喷上去。我假设喷在车上，喷在车上，风一吹就没了，直接喷在上面，鼓风机这样一吹出来，好，效果好不好？我是觉得不管了，反正先清除再说。这个是绳子是缓降的，哦，就下来了，这里有没有？右边打开，哎呦，我干哦！哎，这个是不是直接换掉比较快？哎，搞不好再换掉就没味道了，所以喷上去应该没有用哎。这可能无法喷了，叫一个吧。这台车跑多少？31000耶！哎，今天是垃圾呗，你给它看，惊死！哦，很脏哦。我干，它底色是白的哦，脏到里面都是，你看。刚好屑屑那个是吸进去的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啊，不是说不用换，假设你这次换了，下次再保养他们都会检查。好，我去叫，我去叫。The next day， 好，哦，上次有看到哈，那个有点像口罩，不是有那个活性炭口罩啊，类似这样。我们把它旧的换掉，好像换新的。再来就是很多人也会这样做，就是把香水喷上去，鼓风机一吹，我们就可以闻到香水的味道。不知道会不会有用，我们处理了，喷了去，帮它发动一个小时之后，再请他们来闻看看。我觉得综合在一起的味道，我觉得还蛮精彩的。多喷一点好了。香水有个坏处，它容易就挥发掉，有没有工没出来？对对，对吧？进去了啊！它设计这样，你看可以拉，你看多好，你看这样都可以拉出来。时间是4:06，好，我们都到一样发一个小时。哦，有啊，瞬间味道出来就会盖住了。PM2.5滤网加香水，好，我们就放着发了。对啊，发一下，发一下。Yeah, 我们已经发了一个小时了，一样，请三位来闻一下。第一位一样是我们的伴娘，闻一下。我那味道很浓哎，好像就是有点香臭香臭的，很奇怪的感觉。但是香的部分好像又变很多，但是那个是浓到就有点恶心。这个就是用香水硬盖的啦。但是好，我好像说80嘛，对。对。我觉得现在哦90。我们第二位苦瓜上车闻一下。情绪很复杂，感觉应该是40几岁到50几岁那种业务的感觉，那个香水不知道是全倒进去了吗？跟上次比的话，可能90吧，因为还是有那个烟味在。好像比上次好一点点。如果香水符合它，它就会觉得好一点。男生的香水味啊，所以有改善。我觉得又比较好一点。好一点点，你要不要再多闻一下？风吹出来还是有一点烟味，仔细闻的话。所以有改善。有。啊，这一次嘞？往下是好的吗？对，就是锐减，就是。这样说好了，不能说没有用啦，是有，可是会有两个味道混在一起，真的是香臭香臭的。Several days later， 试过这两次有没有都没有用？第一个空气清净机效果没有很明显，第二个换这个香水其实是有改善，可是味道我觉得还是在，它是用一种味道去盖另外一个味道而已。当当，秘密武器出来了，这是我们自己推出的。好，银离子抗菌除味分露，我们这一罐是002，大自然的味道，001就没有味道。这个有个好处，之后你要喷多少就喷多少，我干脆都喷好了啦。尤其是地毯上面，银离子就是会把这个臭味包覆住，到时候都带走。那内循环大概3到5分钟，时间到了就把窗户摇下来，让它整个空气流通一下，应该就不见了，让它带走。24 hours later， 昨天我们发一下，就放了一晚上。我刚刚稍微闻一下，就觉得香水的味道好像不见，现在闻起来就是我昨天喷的这个味道一样。我们先请板娘，所以是就没有那种很想咳嗽的感觉，也没有很香很浓的那个味道。然后现在是还是有一点点的烟味，但是我觉得好很多了。上次是90分，现在应该40吧，只剩一点点的烟味。这个是什么口味啊？我觉得还不错，性命之戒。哎，对对对，但是你的感觉。换下一个是苦瓜，耶，好，来，就是
改善很多，就是没有上一次业务车的感觉，感觉有人在森林抽一根烟，抽一根不至于到味道太浓，到五分了，五分。但如果你是那种嗅觉很敏感的，应该还是会稍微闻到一点烟味。我闻不到有什么烟味的感觉嘞，一进去就很清香了，香水味也没有闻到。改善多少？上次你几吧？八。八十，我现在40分。其实以上我们已经处理了三种的方式嘛，如果是要彻底马上不见，以上的方式应该是没那么快。味道会卡在哪里？就会附着在这里。最紧绷的处理就是要把它拆下来冲洗，不管是天棚、地毯，只要是附着会跑进去的东西，我们都要洗涤干净。里面都要擦拭过。到时候如果真的那空气滤网不行，我们就再换一个。地毯就拉出来冲洗，因为我们抽烟的味道或者是不管什么味道，它会躲在里面。现在可能不见了，等到时间到，它就会又跑出来。太阳一晒，闷热就跑出来了。到时候我们这个都要拆下来，这是最紧绷的方式了。一般的人应该不太会这样拆，皮比较不会，它的洞会比较小，因为皮也比较不会洗，可能都要重新再刷洗过。那我看你们的时候会用透氧啊、紫外线啊，那个是干嘛？那个是会再生成跟杀菌脏东西，把它杀掉。先洗完之后，再用紫外线跟那个臭氧慢慢杀一次，让它不能再活过来了。啊，像它这个天窗的这个布啊，布那个还好，那是布而已。海绵它会吸，海绵吸水吸空气啊，这个布的擦干净就好，一层而已。对啊，直接用最暴力的方式拆就对了，处理了，跳了去。这个要洗吗？后车厢应该会比较还好，也遮住，也是要跑过去。跑过去的话，就是药水要喷过去，擦过，有注意安全设备，这个都要稍微擦过。连布，我们的皮椅全部都要做。所以这个就不能洗了。洗了，我觉得会掉哎、欸，这个会掉，海绵味，可能新的承受得住啦，可是久了，我觉得应该会塌。好消息是我们拆好了，坏消息是装得回去装不回去还不知道。现在要来最后一个步骤，就是放紫外线杀菌，还有臭氧机。这大概要放多久？现在剩下的都是有点咬醋的味道。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先放一个晚上这样。臭氧可以一直开，可是紫外线它有时间限制，最长可能一个小时，15分钟、30分钟、60分钟这样。汽车教授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画意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Albic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耶、yeah, ，这个已经处理过了嘛，把地毯都拆下来清洗了，天棚我们都拆下来清洗了，味道不可能马上就不见了，味道还是有点
在里面，加强一下，你看。这是编号003，春野微光。这是卡扣式的，什么叫卡扣式呢？像手榴弹一样，按下去它卡住了。好处就是这样放上去，压下去，它就像手榴弹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一直喷。我等一下要教大家怎么使用。首先车子发动，发动之后，冷气把它风开到最大，开到最大。内循环把它打开，找一个平坦的地方，就是不要说，比如说你放了就倒了，放一个平坦的地方就是，刚好可以卡住。它卡扣式的就是按下去，它这个就会卡住。我下来好了，手榴弹你知道吗？丢出去往外跑了嘛。对，一、二、三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喷了。来，门关起来。让它等个5分钟之后，好，我们再把窗户摇下来。这个也不只是说可以用在车内，它也可以在你的房间，好，适用大概3到5平的平数，房间也是可以用。烟啊、烟味啊，或者是异味啊，这个都可以去除。一定指数可以把它带走，包住，就飞走了。其实我那天我有闻一下，已经好很多了啦。你用力去闻啊，会有一些很深沉的，还是有一点淡淡的烟草的味道。我补充一下，忘记讲，使用前要摇一摇，也蛮重要的，就摇一摇让它醒过来了。春野微光是那个讨厌的味道，突然有时候中的话，一闻好像草被折断那种味道。马上打开真的是，我可能再怎么用力闻不到，因为味道还比较重，不可能马上不见，会随着车主再开，它可能就越来越淡，除非车主。烟又抽上来，我就没办法了。让它放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先起火了。其实真的差很多了。好，我们试一下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再请三位博士来试一下。第一个是我们班长，你好。嗨，这是我们的3号。三号。春野微光。春野微光。完全闻不到烟味嘞。就是好像是在那个草地上面的感觉，太假了，这好像刚我讲的没有了。我没有，我是说真的，就是在里面我刚刚差点就要睡着了。有点能在割草没有？嗯，草断掉那种味道。有感觉可以在上面就是野餐的感觉，然后野餐睡觉吃东西这样。我刚刚有很用力的吸，然后发现真的闻不到一点点烟味都没有，哎，好神奇哦，所以是可以，耶，好。冷气风超强的，没有烟味了，都是这个味道。就是如果你想要跟那个草原上的斑马或野马一起跑的话，所以是 OK 的。我觉得 OK 啊。你有没有稍微用力一点，还有那个味道没有？嗯，没有。今天成功。成功。好，换第三位佳。真的是草原的味道，差点奔跑了这样子，差点奔跑了。嗯，我觉得 OK， 没有味道了，没有烟味，也没有那个烤肉味了。耶！我想问阿康说，到底是做了什么？我们最终有把地毯跟天棚拆下来使用。很大工程呢，对，整个都拆下来，拿了2号就去喷自己的车了，效果怎样？我觉得真的就是比较闻不到我本来车上的那个臭扑鼻，那个只要在地下室，就是可能没有晒太阳，那个味道就跑出来。然后我用那种芳香剂那些东西好像都没有用。上次我就喷完之后，我就把车门关起来，隔天再去开的时候，真的有改善超多。所以他比较喜欢2号，2号就是身体的味道。我比较喜欢3号，但是我也蛮喜欢1号。1号没有味道，我喜欢3号。成功耶！好，我们NG已经处理好了。其实还没有在做我们最后一道的时候，我就闻起来就觉得改善超级多了。第一个，我们就是用空气清新机而已，效果其实还是有限的，因为它味道还是在。喷香水啊，冷气里面放香，其实会改善一点点，可是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多。如果你香水越多，可是很容易就不见了，就变成香啊跟臭混在一起。啊，再就是用我们的银离子带走，我觉得真的有差。最终我们你看影片有看吗？我们把天棚地毯，它为什么要拆天棚地毯？因为你看抽烟的时候烟会往上飘，所以整个的焦油啊，味道都会卡在车子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全部都拆下来清洗过，然后把它晒干了之后上去，其实这样效果已经差非常的多了。最终我们把3号丢进去之后，效果很显著啊。如果时间一久，我怕说烟味还是会出来，可能陆续可能再丢过1颗或2颗，应该就有时间了。
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的，如果之前我在做的话，我都会把窗户打开，就是把门打开，要电风扇吹一下，就是把里面的味道尽量的带走。白天吹，晚上就是臭氧杀菌，就是反复一直做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味道已经把它降到最低了，最少可以降到剩下是1-20%，这就是随着你的食用陆续再把它弄不见就好了，因为不可能说一下子都不见了。像宠物的味道啊、霉味啊这种清除的步骤是不是一样？差不多，宠物的味道啊，不管你养什么宠，你如果陆续再开都没有感觉。最怕是什么？闷在那边打开啊，那味道哇，整个很浓郁都会出来。像我们就最暴力的方式，就最快速就是直接拆的。可是，一般外面不太会这样拆了，当然是说臭氧啊，或者是杀菌啊，或者是把开门啊晒一晒啊，顶多都是这样做比较多了。不然就是香水喷一喷，让你觉得啊味道好香啊，就盖过去这样而已。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啦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 ！汽车教授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大意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凯丽 Albic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除味这么麻烦吗？因为味道啊，本来就很难去除。像我们自己的麦特啊，一般我们的香水而已，他就说我不要香水，我要拿掉。我还遇过客人为什么不买新车来跟我买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不喜欢新车的味道。哦，所以有些人说打开哇，新车味道啊，这个是每个人的习惯本来就不一样。他喜欢男生的，他男生的香水。45岁的男生。